从小接受西洋教育的网友客，对中华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慕名来到唐人街。就这样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来得及。好，一二下来，马上变功，马上变功，一二下来，变功。还可以吗？有点像，这慢很慢的，人家这过来这样，对，这种也哇，如果人家哦，好，是吧？对，是吧？过来，棒。那如果人家再这样抓着你，这样的，你就是这样抓着，对，我分开你的手，对，你的手要合住，你上，哎呀。这是一个舞步吗？哇！前往唐人街之前也做了些功课。麦米开，麦米罗罗是帅的吧？麦米可罗，麦米开罗罗是帅的意思。罗寡寡就是比的意思。麦米卡阿罗罗寡，嗯，很可爱。我下次 P 照片的时候可以用点帅一点。你这，等会儿我太离谱了。等会儿我们刚才竟然。用这张照片，这是什么回事？告诉我，哥，爸，你可以有点灵魂吗？唐人街，我们没有下棋了。你这个今天表现得怎么样？我吗？对，你自己。好像一个低智商的一个动物。哥，我自己可以收自己的房间吗？当然可以，你有这个兴趣吗？就是。我觉得在看那个线索的时候，我真的要变成神经病了。我觉得这个节目啊是高于我的智商啊，升级了这个节目，就棚也大了，这么大人又多了，景又就很太仔细了，什么都升级了。但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升级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那个我还是什么都不懂。我觉得下次来我应该真是做点功课再来。